练功。啊？哼，练功？你这样练功会有用吗？有用。哎，我看啊，你干脆拜我做老大，让我来教你练功夫。不必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功夫这么厉害，你不跟我学？快把脚放下来。我爸爸说五十磅脚不能放下来。啊，这么神气！耶，我忍。啊，站得挺稳的嘛。我在踢你一脚，看你还忍不忍？去死吧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五十已到，我忍无可忍。啊！以后不准来惹我。规定四六八、四六九、四七零、四十一、四七二。哼，袁一德这。四七六。王定。哎呀，要从头再来。少爷，找我有什么事？那天我打不过你，今天我的兄弟来了。我一定要打赢你！哼，我不想再跟你打架，打完人家就说不打，这算什么英雄？臭小子，干嘛打我？我不高兴！手没事了。老大，我比你们都小，怎么当你们老大呢？可是你的武功比我们的都好，老大。对，武打能打赢了我们，以后我们的门派就跟着您姓了。对，就叫洪门。嗯，洪门。就想当老大，哎呀！记不记得我教过你们什么？记得。五一九，人肉保光哥。